在美麗清澈的海灘，朋友們的支持下，他們終於決定要與對方一起步入下一個人生階段。到底他們的故事是怎樣的呢？有請。 停一先，停一先，冇心急，冇心急，冇心急啊！停一啦，你好，你停啊，等下冇虛眼咯。快啲啦！停一先，雖然你開唔開眼，你願意嫁俾我嘛？ 好似唔啱次序系咪啊？所以大家想唔想知道佢哋呢两位新人嘅相识发展过程呢？想我啊？想，好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佢一年前啦，喺一个繁忙嘅城市入边 ，Claire， Edmund 喺一个属于喺城市入边嘅上班一族，佢哋喺唔同嘅 公司上班啦，茫茫嘅人海中啊，咁啱嘅巧合地，佢哋嘅公司有生意上嘅来往。有一日，双方嘅上司霎时之间出席唔到呢个会议，咁样之下 ，Claire 崔允 Edmund 容华就被各自嘅公司派出咗为代表开呢个会啦。 你好，我係 ABC 公司嘅 Edmund， 我係叉叉公司嘅。坐清楚。So， 我哋開始先啦。哦，OK，好。其實你揾嘅嗰份文件係咪呢個啊？啊，係啊。我哋睇住先啦。呢份文件係俾你㗎。哦，俾我睇啊。係啊。我以為係。OK。So， 今日其實你嘅老細。 我聽我老細講係你老細今日唔得閒，所以派到你出去做代表啦，係咪？係啊係啊。其實我都係啊，我老細冇咩得閒。其實咧，我突然之間咧諗起我有嘢做啊，我可唔可以先走啊？<笑><笑>我哋啱啱開始啫喎，不如我哋五分鐘 roughly 咁樣睇一睇。好啊，就係傾五分鐘啊。OK，好。所以我哋下一拜再出嚟再睇一睇。 咁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為止啦。OK，好，冇問題。So 你小心揸車。哦，好。OK，好。 啊，系，请问系咪Claire啊？啊，系啊，头先你走嘅时候，头先你走嘅时候攞咗份文件啊，系啊。哦，咁嘅话，下一摆 ，OK 啊，我得闲噶嗰个夜晚。OK 啦，好啦，我嗰时再 pass 翻俾你啊，或者你 send 个 address 俾我咯。啊，OK 啦，好，OK， 好，拜。 妈咪，我跟你讲，很鱼呢，今天我第一次见顾客哦，我东西倒到满地都是，我又留东西在他那边哦，真的很鱼耶，好彩哦，那个顾客哦，他很好人哦，哎呀，看了不讲了，拜拜。OK， 到咗当晚嘅现场啦，Edmund就嚟到咗Claire崔允表演嘅现场。 哇！今日喺台上高表演嘅佢，真係好唔一樣啊！
表情，佢嘅仪态充满着自信心，充满着希望同埋好 sweet 啊！佢就系我一路以嚟想揾嘅人啊！好啦，就系咁样之下，深深动情嘅呢个 Edwin 咧，就咁样样展开咗热烈嘅追求。佢嘅行动令到崔允感到非常之感动。就比如话喺工作上，Edwin 就写咗好多好多嘅便利贴啊，放喺崔允嘅座位上啦。呢啲便利贴啊，都唔系情情塔塔嘅嘢，而系咩呢？而系种种嘅提醒崔允啊，喺工作上所忽略嘅事情咯，仲有，爱心早餐俾崔允啊！A simple breakfast for someone。又有准备咗粥啦，又有一啲简单蛋炒饭。都是一个幸福的午餐、啊、又有粗茶淡饭、啊、今天的午餐是什么呢？咸蛋花生粥，还有炒菜给崔允吃、啊、有时候大家都会鼓励对方见下你啦。 OK， 就在这个热烈的追求之下，终于点样呢？对方终于崔允被感动了。好，就是这样，你们就在一起了。 OK，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回去之前所令人感动的那一刻。大家想听吗？想。 OK， 再有请。在黄昏日落下，美丽清新的海滩，朋友们的支持下，他们终于决定要与对方一起步入下一个人生阶段。有请。静下先，冇心急，冇心急，静下先，冇心急，静下先啊，冇开眼，冇开眼。冇開眼，冇開眼。崔允就可以開眼，你願意嫁俾我嗎？可以。為咗表達我對你嘅愛，我準備咗一首歌，是屬於我哋兩個人嘅歌。其实呢，今日的主角不是我，不是他，所以现在我们就隆重邀请今日的男主角，真正的男主角为我们演奏这个歌曲。